夏冬已经来东京了，执行禁止调查的收尾工作。他身边一定随身携带着欧讯高级调查室专配的加密笔记本电脑。我让你用他的电脑登录他的个人 ID， 发份资料给雨村，这样泄密者就变成了夏冬。 Your bag has been checked. Erwin, 不好意思，刚才在洗手间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彼此之间拿错了箱子。又是什么？ 我的箱子有自动报警系统，只要它离开我20米之后，就会启动 GPS 遇到麻烦了，箱子没拿到。夏冬以公司的名义在东京的协议酒店订了房间。曼格纳，以马上赶过去。其他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。以公司名义订酒店，这种蠢货怎么当上首席的？苏总回来了啊！今天不是要跟客户开会吗？ 半个小时之后再带会议室开周例会议。可是崔总，有些人他还没回来，所以给你半个小时通知大家。是。你不就是想要他的电脑吗？他人现在在东京，我们抢过来不就行了？电脑被抢，夏冬会第一时间向公司报失，远程注销并损毁电脑的内部数据。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找到机会。 在夏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，通过他的电脑发送内部资料到雨村组，然后东京部再给他来个尽职调查，用 IP 地址为证，叫他百口莫辩。欧讯的方式太复杂，既然是你们的人，就按照你们的方式来吧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，我们欧讯统一配备的电脑都有特殊加密。 破译起来困难很大，花费的时间越长，被夏冬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大。说这些我就爱莫能助了。您肯定不行，但是东京的黑客高手如云呐。黑客，我们这儿就有一现场的，天才白帽林俊文。 喂，小康 ，Q
给我订明天早上最早回上海的机票，私下买，不要做公司的账。夏多先生，您好。您好，我是东京部的简言，欢迎您到东京来。听说您到东京来出差，我代表我们东京部的同事还有马修来对您进行接待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久仰大名，也谢谢你对我的关照。我从机场出现，你就一直跟着我。箱子被调换后，你又现身提醒我。所以你故意穿得跟资料一模一样，让他们发现你，再引我出来。你够狡诈的。让你费心了。但是既然我负责调查马修，就必须完成任务。你是在玩命。李宗祖现在已经在帮助马修，现在不是普通的警察调查了，你现在很危险。我要是走了，你该怎么办？你已经自身难保了，还操心别人。对你，我必须尽职尽责，因为你是这次尽职调查的委托人。你说什么？我是想提醒你，被监视的人不仅仅是我，还有你。看到了吗？我已经仁至义尽了，现在你想走也走不掉了，那就自求多福吧。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晚宴，还请您一定要赏脸。我们东京部的同事都非常期待跟您见上一面，尤其是马修。那我放一下行李。一个密码箱，我可以帮您拎啊。check in， OK。好，请便。你好。您好，先生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麻烦出示一下您的护照。我正在开董事会，但刚听说有人背着我搞事情，我觉得我有必要得跟你谈一谈。听着，马修现在正接受总部的尽职调查，东京部刚刚跟你们上海部合作的和风乳业的调查项目。我要你保证，你们上海部没有向调查人提供对马修不利的信息，你明白了吗？对于项目方面，我一向放权，不会插手团队的工作。但是，就我所知，现在上海欧讯没有接到任何尽职调查的指示。夏冬在哪儿？我这两天都没有看到他呀。先把这次跟他合作的东京团队的资料给我，快。好，大家注意一下。任何人一旦有夏冬的消息，立刻向我汇报。好的，苏总。欢迎欢迎啊，夏先生，东京分公司全体员工欢迎你来东京做客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谢谢。谢谢。夏总，董总，来开。来来来来，坐，快快快。哎，董事长，请我们大家共同举杯，欢迎夏先生到来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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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自己也看到了，他手提箱一直是贴身放着，我根本没有办法接近。引他到这儿来，不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打开密码箱吗？给你十分钟，足够了。十分钟？嗯。他的电脑是受欧讯特殊加密技术保护的，就凭这个软件，十分钟怎么可能？一分钟，已经用我的电脑测试过了。现在形势就摆在你的面前。不容你再犹豫了。
喂，夏冬。Hello， 苏三，抱歉刚才没有接到你电话。我正在跟东京部的同事们聚餐，气氛很融洽。马修让我带他向你问好。我不管你是不是在执行总部给你的什么任务，你首先要把和风乳业的项目尽快接下。放心吧，我的调查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只是不希望你成为别人的工具。你是说，万一和风乳业的项目出现问题，你担心某位东京部参加项目的同事会受到牵连？我是在担心你，我不希望你牺牲自己和团队，只是为了一场办公室阴谋。那咱们可以正式开始了吗？阿本，你那边怎么说？内部任务资金已经到位了，私募基金那边正在进行最后表决。只要一有消息，第一波行情就会启动。其实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一直不是很懂。和风乳业如果被成功收购，我手里的股票就会大赚一笔。可如果夏冬揭发你，你去坐牢，我又有什么损失呢？如果你想跟欧巡的人交朋友，我可能是唯一的一个。还交什么朋友？有你们两位，足矣。东京部、雨村组、林氏集团，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。乘风破浪也好，心腹毁灭也罢，没有人可以单独下船。你盯着我干什么？不去盯着他？不放心我？好啊，你去弄电脑，我去盯着。更衣室里安装摄像头，难道说是日本的地方特色？雨村的特色喽。都那么大个圈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这次是专程来找你的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夏桑，简桑，どこですか？简桑。もしもし。マッシュ、ジェンとシャア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。ケースとカバンがなかったけど、服があったので、多分外に出てないと思います。わかった。谢谢你选择了我。我不是选择你，我只选我自己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我在更衣室被他堵住了。什么？你没事吧？还好电脑没有拿到手，他以为我对他有意思，要在更衣室挑逗他。混账，简直色胆包天！现在他约我去酒店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我们分开走的。你不要去，我让雨村派人去。还是我去吧，我拿到东西以后尽管动身。我派人接应你。
不跟你说了，他来了。我可没说我住在 Magnolia。你不住 Magnolia？ 当然，我要甩掉雨村组呀。我订了一家别的酒店。那张房卡你白藏了。你到底哪天来的？雨村组对我来说就是个狼窝，出于安全，我能不提前来吗？你可真行。那也没你想的周到。我换衣服你都要盯着。聊得还顺利吗？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儿。这个马修真的是雨辰找来分析何凤乳业收购案的吗？算是吧，商业调查师。那他为什么需要破解自己公司的安全程序 U 盘？如果他是亲手自盗的话，这就是商业犯罪。我们如果采用了他提供的情报，这就是间接是情报，能赚钱就行。我是担心他们这情报的合法性和准确性。我们已经完成了底部吸纳，万一他的情报有问题，影响到收购，那我们董事长的朋友，也是董事长做的决定。你有什么不满可以跟董事长说。我们都是给林氏做事的，不光你一个人担心林氏。这是欧勋的主页，这是马修的个人简历。原来你住在这儿啊？这儿的早餐比那家好吃，虽然我明天早上可能吃不着。换一件吧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很合适。什么很合适？很宽松，好不好？舒服就好。好了，经过刚才那番折腾，咱们可以足够坦诚了吧？你先来。女士优先。好，我先说。你出生上海，六岁的时候和父母一起移居国外。我让你先说，不是让你说我。你还真难伺候，那我不说了，行吗？我平时很少做个人背景调查，大部分是靠猜。行，那你继续。在机场，你冒险掩护了我，这足以证明向乔斯揭露东京部有重大问题的人就是你。喂。I'll give you another hour. If you can't stop Sha Dong, I will report you. OK. 检举马修的 IP 就在东京。虽然换了好几个代理服务器，很难追踪，但是这些代理服务器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：东京欧讯的内网地址。网络技术是我的爱好。我这次来呢，是要和这个告密者接头的，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检举者。抱歉，检举者。这么说，你故意引我到曼格纳酒店见面，还让我看到你密码箱的密码，让我接近你的电脑。你早就知道马修在打你电脑的主意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
马修一定知道我的工作电脑是加密的，他打算怎么破解？一分钟搞定，马修说的。我低估他了。他还打算破解你的电脑，把你的内部资料发给宇村，让你成为出卖商业机密的人。他还算有点脑子，不过他好像不太会识人，他低估了他的徒弟。是啊，虽然马修是我的师傅，但是我不想看着东京部继续堕落下去。我原本以为面对禁止调查可以让马修稍微收敛一点，甚至退出东京部，可是我也没有想到他居然会选择跟宇村结盟。马修做出了他的选择，我们应该做出我们的选择。你笑什么？你斗不过马修的，放弃吧。检举马修的人是你，你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原本我也有一线希望，但是看到你放在更衣室里面的资料，我才发现原来马修的太太是 Jason 的私生女，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的根本就不是马修，而是 Jason。那又怎样呢？这就说明我们的尽职调查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不管结果如何 ，Jason 都有办法翻盘。那就连 Jason 一起扳倒。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我怀疑这个马修根本就不是宇村请来的，而是日本私募基金请来的。他利用这个契机把情报卖给我们和宇村，然后从中获利。他这么做已经是商业间谍。我们已经间接地参与了商业犯罪，这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。我们。是董事长要跟宇村合作了。你看，这个马修已经被欧巡内部尽职调查，如果他出了问题，会把我们拖下水。伸头一刀，缩头还是一刀。这是林氏投资最后的机会。董事长说了，孤注一掷，不沉舟。其实马修现在他很安全，他找了一个替死鬼，就是调查他的人。那个人落到宇村手里，还不如派一个商业间谍蹲几年呢。如果真要找替死鬼的话，马修那个手下是不是更合适？他知道的多，也更安全。原来你早就知道 Jason 和马修的关系。我对 Jason 的调查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。所以。我们查马修是假，针对 Jason 是真。我举报马修，是为了肃清东京部，不是陪你们玩这些乌烟瘴气的权力游戏。我也不爱玩游戏。东京部的问题只是欧勋的表面，这棵大树的心子早就烂了。对不起，我眼界没你那么高，能力也有限。这不是眼界和能力的问题，是职业操守的问题。身为一名调查师，无论职位高低、能力如何、权限大小，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去除那些藏污纳垢。我这种不专业的还是自保吧。职业道德就交给您了。真想自保，还是我这儿比较安全。你答应马修，或者是宇村要搞定我，可你没这么干。就让那个女人来扛。她是和风乳业的负责人，还有她的电脑里有所有资料。不要打简言的主意。一个过了河的竹子有什么不可以？她手里的资料和你们收集的并不一致，嫁祸给她根本没用啊。改一改不就一致了？我说不行。你现在是为了一个女人拿我们做赌注吗？我离开东京之后，东京部就是简言的。我可以控制简言，你们就可以控制整个东京部。
如果你们放弃了简言，就等于放弃了我和整个东京部。马修不会牺牲我。好，他不会牺牲你，那其他人呢？秋元，你的助理，还有你们公司其他的那些同事，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们，但你真的愿意看到有人平白无故的遭受不白之冤吗？刚才你说，马修打算用我的电脑、我的邮箱给雨村发邮件。你可以用你手里的 U 盘插入我的电脑，这样我就变成了那个出卖商业机密的人。又或者，你用我这个，这样两台电脑的数据就会连接。如果雨村心有贪念，打开了邮箱，我就可以得到他电脑里的全部资料。我相信这些资料里一定有马修和雨村之间来往的相关信息。你决定了？原来你到东京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，通过我拿到马修和雨村的所有证据，直接揭露幕后违规操作。我不仅仅是在针对他们两个人，我是要揭穿所有的商业欺诈，因为这是我的职责，也应该是你的职责所在吧。喂，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，关先生，多谢你的祈祷，我的人得手了，干得漂亮 ！You're welcome。总算得到了一个好消息，关总。为了安静起见，一会儿邮件能不能由我来处理？来了两份附件，一份是和风乳业的项目评估报告书，一个是东京组数据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让俺们，你赶紧过来！快！事儿这么简单？邮箱还有电脑的数据都拷贝过来了，他和雨村的交易记录在邮箱里都有体现。我现在可以看到的，他们最早的交易记录是在前年的二月份。那是你的事了。马修现在应该很需要我，不介意的话，这页我先穿走。当然不介意。但最好可以拿你手里的 U 盘进行交换。你要这做什么？我原本是想说，那个 U 盘是指证马修的罪证，但其实我是对于一分钟之内可以攻破欧讯防火墙的技术更加好奇。
还有我的 U 盘。快回上海吧，我还想看到尽职报告的结果。你们的手机有没有链接的 WiFi？ 有，赶紧断开，关机，拔卡。喂，糟了，小夏总的电脑是个陷阱，他预先在邮箱的附件里面设置了程序，而且他的电脑已经启动了自动安全防御系统，我只能赶在他发现之前离开酒店。什么？马先生，我需要你公司内网的 ID 和密码，他下一目标就是你。那里面有整个东京部所有保密数据，如果他复制你的所有程序，他随时可以搜到。我早就说过，还打什么电脑，直接抓人就好了。现在我直接戻してくれ。早く。好了。一番近い便は上海行き、3時間後出発。空港だ。急ぐぞ。これこれ。はい。董事长，我们现在遇到点麻烦，但这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是宇村购买的商业信息被调查公司给查出来了，所以你怎么能确定没有关系？我保证这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和风乳业的购买已经板上钉钉了，宇村再三给我们打保票，我们现在坐着等着收钱就没有问题了。小心点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宇村那边现在还有救吗？你上次不是说了程序里面有什么签名啊、指纹什么的，能找到那些信息你都发哪儿去了？我是说，我有些程序员会在程序里面留下一些代码与座位身份识别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做的。而且，就算现在找到这个程序员，对 Master 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。那你跟这儿瞎摆布什么呢 ？Master 电脑的文件发到了一个秘密邮箱，我的设备把这批文件都截获了。说白了，就是生活打劫。而你真的是太优秀了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以防万一。万一马修的事情暴露了，他就不会乱咬我们零食。你知道你有时候有多可怕吗？宇村那边怎么样？满世界的找夏冬，找到又能怎么样？你在这做什么呢？我担心夏冬会复制我们电脑里的秘密程序，攻击过东京部的内网，所以赶过来看看。我刚刚检查过了，他并没有那么做。
安全起见，我已经启动了紧急安全预警，内网数据暂时是安全的。看来他还是一个有底线的调查师，没有什么违规举动。做与不做都在于他，整个过程我们都是被动的。可让我想不通的是，我和雨村之间的一切交易都很隐蔽，也没有来往的账目可查，他们是如何察觉的？还有，雨村在东京布下天罗地网，他又是如何决策千里化险为夷的？我知道有内鬼，